我们的亲生妈妈是谁？是严敏静。为什么要把敏静的孩子留在我们家？我会带着雨丹离开这里的。像兔子一样可爱的女儿，希望你以后没有悲伤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爸爸，严敏静有了这个，你就绝对不可能赢过她。所有的罪都让我承担，丢进去，快点！原来是你们母女俩串通好的。 靠着谎言，永远无法战胜真相。我很好奇，你要用什么办法赢过我？你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警察在外面等着要抓你。我们这个命吧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就算我死了，我依然会爱着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华丽的对决。